哎呦，来，你看这，哎，这个石缝底下，哎，有只小螃蟹在这休息呢，啊，被我发现了，上来吧你。哦，这个小螃蟹，哇塞，怎么样？个头不是很大，但是它这个钳子很粗壮呀。我的妈，你看看，你看，镜头老大了，收了。哟，这里，哎，这里有个小螃蟹。哟，螃蟹，哟，好了，快走吧。独臂大蟹，这是个，就一个钳子。哎呦，这底下又一个螃蟹，这个藏够深的，藏到底下去了都。哎呀，哇，哎呦，哎呦，还掏手机还，哎，你瞅瞅，哎呀，我天，想夹我夹不到，够不到，收了收了，继续吧。他对面还有一个，看到没有？哎，都在这藏着。看来这是螃蟹的聚集地呀、啊，开 party 的在这里，这几个个头都差不多大，嗯，都是这种个头的，这个螃蟹叫做赤甲红，嗯，收了收了，哎，我看这个石头旁边，哎呀，是条鱼吧？哎呀，是条鳗鱼，你看它这个皮肤的颜色就知道是鳗鱼，轻轻的拿它，要不然它下去会，哦，这个鳗鱼，哇塞，哎呦哎呦。看，怎么样？这个鳗鱼，我的妈，好粗啊！这个鳗鱼，谢谢，收了，收了，收了。看，哎呀，醒过来了，你看，开始钻了。哎，你看，哎呦，人怎能不行？先把它放桶里啊！放桶里，放桶里，不嘚瑟。弟弟，你看，下酒菜。哎呀，这是啥呀？这流口水了。来，嘿，大排档吃点小丁螺。这是壳啊，壳吧？这是哪壳呀？壳吧，哪有肉里边？成片吗？不对呀、啊，成片。哎，有肉，有肉，有肉，看到没有？看底、在里面有肉，都有肉，有肉的。哦，这个也有，这个、也有，它已经缩进去了。那个肉，哇，这一片呀、啊！我的天啊，快夹吧，晚上喝点，炒个辣螺。啊，这个螺炒出来特别好吃，又香又辣，我特别爱吃。吃，快点，说吧。这还有，哇，这前面这还一片啊，这里是。赶紧捡，赶紧捡。哇塞，能炒一盆啊？哦，这么多呀、啊？处理比较费事，回去吧。现在先把它那个尖儿砸掉，是不是？嗯。然后再炒，吃的时候就先吸后边，先吸后边，把这个尖砸着之后，先吸后边，然后再吸前边，肉就出吸出来。都知道，因为你介绍。哎，有内地的朋友不知道的。内地应该也大排档也有这东西吧？是吗？没有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内地有没有啊？内地，反正以前评论区告诉我们。以前在内地上学的时候，那边应该没有，那边只有在济南，只有那种。小蜗牛似的，看这个石块，这个石块底下，哎，有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哇塞，一个八爪鱼！哎呀，看上面细石块，哇塞，这个八爪鱼个头不小啊，看这大脑袋。哦，看这底下应该是不是还有？哇，先把这个放桶里。哇、哦、哇，哎，要跑，往哪里跑啊？又一个。哎，这一堆石头底下两个八爪鱼，哇塞！哎呀，好漂亮，收了。来，看看这个石块。哇、哦，哎呦，哇塞！这个八爪鱼在这里藏着呢，石头底下藏。哇塞，你看，立马吸上来一个小螃蟹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个捕捉能力。它在吃吗？啊、嗯，一下就把它抓上来了。行了吧，先把它收了吧。小螃蟹太小了。不要了，小螃蟹，吃这个螃蟹。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收获。哎呦，收了一条大海鳗，还有几个螃蟹、八爪鱼，还有一些小钉子螺。啊，现在开始起风了啊，后面也开始涨潮了。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